那我目前还是学生，但是要准备去实习。那我的工作是在厨房工作。我今天是就是为了看美凯可爱的小编来，厨房女孩大变身 Go！ 那我今天要来吃这个方菜，因为台南的太阳真的实在是太毒辣，然后每天都骑车。那小编跟我说这个可以当底妆，又可以防晒。三头眉笔，它有三个头，是一般的眉笔，然后还有眉粉跟比较少见的那个叫做染眉膏。